所以只有动手腕，只有动手腕，可以吗？其实你手肘完全是可以放松，手肘可以放在身体旁边，只有动手腕。好，刚才都做得很好。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只要动这里就好，不需要，也不用，没有这些都不用，就是只要动这里就好。好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动动。然后水一样，就是尽量让手的每一个角度能够转到对，这样，转一个八字。对，转一个八字形的，对，这样的角度。好，所以回去每天喝水的时候练习这个动作。